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业余环境音。今天是2021年11月11号星期四傍晚5点05分，现在是阴天，温度摄氏11度。首先让我们感受一下鸠之泽温泉主淡区的热闹气氛。温泉主淡区设有两座火山喷泉状的主淡槽，终年冒出滚热温泉，供游客 DIY 主淡。温泉蛋口感香 Q 暖嫩，并散发着独特的温泉香，也可以煮玉米，是来这里泡汤之外的一大享受。鸠之泽温泉是我们这次拜访太平山之旅最后一站。我们今天一早拜访了台湾三毛榉步道、翠峰湖极境山径，下午去了太平山庄以及快木原始林步道，还有最美的剑琴怀古步道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我们其他太平山影片。鸠之泽因为群山环绕，还有多望溪穿越而形成泽地，加上栖息鸟类繁多，鸟声萦绕于翠谷悠然中，不绝于耳，因而得其名。流水潺潺，鸠鸣关关，鸠之泽就如同这从诗境里走出来的景致，让人们将城市的熙熙攘攘抛却脑后，
大家可以来到此，用最舒适的节奏享受森林浴与温泉浴，让身心都焕然一新。鸠之泽旧名烧水，就是地热温泉之意。日治时期，日本伐木工人在此新建温泉浴室，休息的时候来到鸠之泽泡汤，成为伐木生活难得的乐趣。日本人称之为鸠泽温泉，1969年更名为仁泽温泉，至2006年恢复鸠之泽原名。另外，走过多望吊桥，穿越多望溪，我们将进入常绿阔叶林的绿色国度。一共有两条可以散步的步道，较长的那一条是明之泽自然步道，步道全长 1.2 公里，步行来回约需1个小时。今天因为我们太晚到了，所以考虑下次再来拜访。鸠之泽自然步道海拔约520公尺，以中低海拔常绿阔叶树林为主。温和的气候、充沛的雨量以及河谷地形，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生态。繁茂的蕨类植物地被与各种附生植物，让翠绿的阔叶树林拥有丰富的层次。是条可以提供悠闲漫步，也可以进行生态观察的林间步道。另一条我们等等会走的是鸠之泽手作步道。手作步道是指用人力方式运用非动力工具辅助进行步道施作，使步道降低对生态环境与历史空间的扰动，以增进步道永续性与整体性。在海拔520公尺的鸠之泽温泉区内，循着日本时代载运快木的旧路线，透过民众一步一脚印进行整理后，重现昔日流龙头、索吊桥、轨道等林业历史遗迹。手作步道全长400公尺，提供游客一处可见证太平山古往今来的怀旧疗愈步道。
鸠之泽泉源源自于2200公尺深处的地热，泉温摄氏约140度，泡汤区调试至摄氏38到42度，泉质清澈，无色无臭，洗后有滑润感，属弱碱性碳酸氢钠混合泉，能舒畅筋骨，美容养颜，有美人汤之美誉。鸠之泽为提供游客不同的泡汤体验，开放之泡汤设施有露天 SPA 池、男女裸汤区及家庭野汤区。其中露天 SPA 池是将台风带来的巨大溪石加以凿洞，变成创意十足的石头汤，而男女裸汤区及家庭野汤区的设置，更让游客在翠林幽谷中同享阔叶树林中的芬多精及温润的汤泉。提醒大家，鸠之泽温泉营业时间为上午8点到傍晚6点。如果计划来洗温泉或煮蛋，要提早安排行程。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鸠之泽温泉步道散步，感受一下温泉与多旺溪之美。我们来散步吧。哎、欸，到的话我们看一下哈。哎、欸，6点结束营业哦。哦，好。那那个烤那个煮玉米那边呢？煮玉米也是到六点。哦，都到六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没有办法参观哦。好。价格在哪里啊？这边。哦。好，谢谢。
六颗都煮吗？没有啦，就两颗。六点一千吗？然后玉米要买吗？六点一千。你家里面？好，哈哈哈哈，我还行啊，我在外面拿好几个，一只而已啊。